大家好，我是 Fik，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台机器非常的厉害。像我平常啊，在工作或者是外面下雨的时候，没有时间去健身房，洗澡睡觉之前，靠这台机器做一些补强的动作。然后呢，它的大小呢，其实就是长宽高都是45公分，在家里就是非常好收纳的一个尺寸。它每个面向都有不同的功能。不同的动作可以做，将近100种，甚至超过100种动作。那踏板上面其实有做止滑的功能，对，让你的脚不会打滑而受伤。踩不要完全踩到底，我觉得效果会更好。然后快速的来回踩动，然后脚跟紧贴的这种踏板。再来这个表呢，它上面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数字，然后可以看到卡路里啊，然后也看到时间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你想要看的数据都可以看到。它有一个转盘，可以在上面很舒服的做侧腹或者是一般的腹部的动作，其实都可以。然后弹力绳你可以做非常多的动作，可以做非常多的部位，因为它这个机器是多功能的，16合1的，所以你也可以边踩踏步机，然后边做一些二头啊或是肩膀的动作。扣环的部分呢，它其实是可以调整的，然后它有一个安全的锁，可以把它拴紧。那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机械类在家里自己用的这种器材，可能会姿势不标准啊，或者是容易受伤啊。它其实都是符合人体工学，以及可以让你的姿势达到标准。而且这台机器呢，它全部都是使用健身钢材，所以它的耐重呢可以高达110公斤。有了这台机器，让你更有动力，然后去做不一样的训练。去健身房是一定要去的，但是可以在家里再做一些持续的。